大家好，我们是 BY2， 我是姐姐 Miko 孙涵，我是妹妹 YUMI 孙瑜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，今天你植树了吗？中国绿化基金会幸福家园的一个公益项目，十元种下希望树，通过种植枸杞树帮助宁夏地区延缓土地荒漠化和改善生活。仅在2020年，这些枸杞树就帮助了宁夏931户贫困家庭，还带动了几千人次就业。枸杞是能够为当地人带来幸福的幸福树，让大家都能够在宁夏种下一份希望，帮助当地人再造幸福家园。